跟我吧，好了，哎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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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你看看这个，上面写的是实情吗？我不能确定，但是林楚冰在心里有戏，或许他真的搜集到了美智子小姐的。是林楚冰的字迹吗？我有脑袋保证，确实是林楚冰的字迹。那他为什么？ 要搜集美智子的罪责，因为林楚冰觉得云朵要杀他，他去找美智子小姐，可是美智子根本就不相信林楚冰说的话，所以林楚冰觉得他自己没有安全，必须来投靠您。这也算是给您的一份见面礼吧。那你觉得林楚冰是怎么死的？不是意外吗？ 也许是走漏了消息。那小野太君，那我会不会也很危险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不会有危险。你先去吧。 只要小野相信那封信是出自楚冰之手，就不会怀疑到我们。他不会看着那封信是假的。那就好。林楚冰的事情，对你来说是一场感情的大考验。抗战这些年，太多的人失去了亲人，战争是残酷的。我是军人。 必须得执行命令。我没有怪你，我也没有理由责怪你。林楚冰死了，他死得非常蹊跷。我听说了，害死他的人一定是我的敌人。 林楚冰死前要写信揭发你私设情报点的事儿，随后他就死了，所以最大的嫌疑人应该是你。怎么？你威胁我？梅智子小姐，小野君这不是威胁，而是提醒。如果让吉田将军知道你私设情报点的事的话，恐怕你就不能在这儿和我们说话。到那个时候。 你的美丽，恐怕就香消玉殒了。小野君，我从来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所以你也成不了我的敌人。林楚斌的死，一定是另有原因。我劝你们，还是去现场看看吧。
楼下去。玫瑰酥，我们的老朋友又出现了，违宪兵司令部。 这么着就让我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小野在杀楚斌的现场发现了你经常吃玫瑰酥的包装纸，不可能！除了那事儿以后，我玫瑰酥吃的又少了，更别说瞎扔了。不会错的，我亲眼看到了。你和冷梅赶紧撤，越快越好。哎呀，百密一疏啊！ 来不及了，你怎么这么粗心呢？还是做特工的呢？今后有的是时间嘛，赶紧走了。我们去哪儿啊？林楚风没说，于大爷他们在楼下等着呢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你不是着急吗？林楚风就在楼下。上次你把他丢了，我给你捡回来了。 放到我这儿，我也是没想给你。可这次，你跟林楚风一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上面了。我想，你还是把他带上见他吧。我还以为我见不到他了呢。就算你见不着他。 林楚风也会照顾你一辈子的，但是下辈子你得是我的。快走吧。 一男一女，什么特征？嗯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跑不了的。嗯，回来。啊，峰啊，你那边装的什么呀？ 走了，走了，走走走，走吧，走吧，来一个，走走吧，来一个，好，走吧，谢谢谢谢，包里装的什么呀？都是书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下一个。 过来，哎，好，好。
是我，走啊！好好，败家娘，那两条小黄鱼要各放出去，至少两成的力，那头发长见识多。什么头发长见识短？那你头发倒短，见识长了？我就两条小黄鱼吗？路上叨叨叨叨，就知道说我。哎呀，就两条小黄鱼，你挣钱？那你有本事去挣啊，挣不着钱就知道说我。哎呦！ 学会顶嘴了是吧？我就学会顶嘴了，怎么了？我他妈抽你！你有本事你抽啊！不，老乔，还不赶紧走，这败家娘们！敢在这里大吵大闹的，你们俩还是第一个。哎呦，大舅你不知道。 林三，还不赶紧走？是不是你害死了楚冰？林三，请你冷静。如果信子死了，你会冷静吗？可你有证据吗？拿出来。昨天你大闹检查哨太危险了。 今天冷梅你就别去送了，我怕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正盯着你呢。有什么话要捎给他吗？替我给他买一个红豆粽子。没别的了，就送一个粽子。哪天我走，你会送我什么呀？ 送你一块油炸臭豆腐，小小的一块。哎。 你这半天不说话，想什么呢？想李楚芳啊？没有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在想我到底要去哪儿。真的，我不想回重庆了，我想跟你。 我是说，我想跟着你，回到你们那个地方去。跟着我？是。其实这么长时间你也看到了，我待在那个政党腐败透了，真是无药可救了。我也实在待不下去了。我真的很想，像你。 像林楚风那样，做一个有信仰的人。是啊。这事儿我会向上级请示。只要你真心参加革命，我们的组织一定会欢迎你的。赶快回去收拾东西，这是林楚风让我交给你的。谢谢。
有什么话带给他的吗？没有。你把这个给他就行。注意安全。 我已经发现他们两个的活动范围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当然是抓活的最好了。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带一队人走这里，我带一队人从后面包抄。哎，林军。 你想要打死他们，混蛋！ 狗都入了穷巷了，居然死了这么多人还没有抓住他。不是我，你太没用了。我，好了，你什么东西再说了。哼，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把你的人分成两队给我往上冲。你说他能有多少子弹？我用人命换他的子弹。 带走。
林嫂。林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又破了一个大案子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路过。夏一军，你先忙，我领事馆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刘福林被抓了，现在被关到宪兵司令部里了。冷梅呢？梅姐，她牺牲了。什么？也不知道酷刑之下，刘哥他能顶得住吗？还说什么呢？对了，刘哥可是来过这里，我们赶紧撤吧。你说什么玩意儿呢？就知道跑！我这是为啥？以防万一啊！什么以防万一？你说这人又不是铁打的，万一刘哥他保不齐，保不齐什么保不齐？那就关了人。那老刘他就不是那样。行了，闭嘴！云朵姐，你拿个主意吧。是啊，云朵姐，拿个主意吧。拿个主意吧。对啊，云朵姐，拿个主意吧。我相信刘福林他不会叛变的。我们得想办法去救他。我怎么和林楚风说冷梅的事儿了？这次我们破了个大案子。是啊，这关乎到帝国的命运，这案子实在是太大了。什么意思？讽刺我？哪敢，最多是挖苦。既然你对这个案子这么不关心，不如把刘福林的事情交给我来审。我相信你会有特殊的办法让他投降。不过我有个建议：斩草要除根，这个草根恐怕不是刘福林。什么意思？你也看到了，那个女共党死的时候，林楚风在事发现场。你帮我问问林楚风，他为什么在那儿？
问过之后，我把刘福林交给你。好。我有事吗？林嫂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在打死那个女共产党的现场，我看见了你。你看见那个女人的眼神，我看见都替你难过。你过来找我不是为了说这些吧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这两个人，你应该认识吧？男的叫刘福林，在一家洋行里做事。那个女的。我没见过。不认识。怎么？你心疼吗？虽然我在为德国人做事，可是我是中国人。你们枪杀中国平民，连畜生都不如。你真的是为这个而难过吗？我还记得你大闹哨卡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刚好从那里经过，在你的大闹之下，这两个人顺利的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就溜走了，而认识这两个人的小野和竹下，却扑了个空。如果你想询问我任何事情，请先通知德国领事馆。我能杀一个日本兵而不被追究，我也可以同样杀了你。我早就知道你想杀了我，因为我一直在揭露你的真面目，你就是个共产党。那咱们俩去吉田将军那儿，看看他同不同意你这种说法。林嫂，你今天很气愤。Thank you.
朱峰，你放心吧，我都挺好的。我一直担心你呢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你知道吗？我每一天都在想你。我以为我自己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你。朱峰，我们一定会为可以真正在一起而努力的，是不是？你也知道我来上海的真正目的，就是为了找你。朱峰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知道我已经回家了，因为你就是我的家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。梅之子小姐，我看这个人油嘴滑舌，不像是共产党。老朋友了。昨天我们见过面。见过，这身上这香水味道很熟悉，香奈儿五号，有品味。想喝点什么？咖啡。蓝山。哎，咱日本宪兵司令部怎么能喝蓝山呢？要喝，也得喝日本正宗的炭烧咖啡，别忘了加点白兰地啊。梅之子小姐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他长得毛比猴都精，咱可别上他的当。爸，去拿咖啡。嗨，拿得好，拿得好。奴才就是奴才，一定让他知道，在主人面前绝对不能多嘴。拿得好。先生贵姓啊？免贵，刘夫人。你的这种态度令我非常的愉悦。愉悦？哎呦，我让你愉悦的招多了，把我放开。在这个地方你还能如此的幽默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。真的？哎呦，那我感到无比荣幸了。好，那我们言归正传。你的上级是谁？我的上级啊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你说你一个小小的哨所过来跟我问这个问题，不对等吧？最起码，把吉田叫来吧。对不对？不行，吉田现在正在南京开会啊。哦，小野，好歹也是个大佐啊。哦，对了，他现在不是大佐了啊，降职了，就因为那测向车，咚，炸没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哎，我知道事儿多了，但是就不能告诉你。哎，那咖啡什么给来了？哎，怎么喝呀？喂他，喂他。
怎么伺候你们日本主子的？啊，看这手法挺熟练。他天天喂你吧？啊？拿去吧，下次多搁点白兰地，记着啊。啊，想办法营救刘福林。刘福林不会叛变。他们一定会对刘福林严刑拷打，刘福林也一定会用他的方式斗争。欺骗小野，他能相信吗？刘福林很了解小野，也很机智，他一定会让小野上当，小野会相信的。有声。